那今天呢，我们安排一个机会啊，让咱们的小宝贝儿跟我们的潘红月姐姐来合作一把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来，我们有请潘红月姐姐。哎呀，你俩好搭哦，今天咱们三个人站在一块是红配绿的一个组合吗？来，那我们请两位合作这首《知足》，掌声欢迎。谢谢两位，潘红月，你有没有被他电到？是，这好几次电到忘词。哇，怎么样，姐姐？姐姐成功的被你电到了，你要对姐姐说什么不？谢谢姐姐。谢谢。好，我们也谢谢黄星元，谢谢。